大家好，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Eco Spring Rose Garden Homes 的优美环境，还有专属的俱乐部，是不是迫不及待想看看您的梦想房屋到底长什么样呢？继续看下去吧。第一期即将在2022年的第三季度竣工，而第二期也会在2023年完工哦。Rose Garden Home 是个拥有24小时保安的围篱社区，并设有中央公园和完善的休闲设施。现在我们就看看每个款式的介绍吧。Sena Garden Homes 的土地面积是30×60，宽达10尺的饭厅，让你一面吃饭还能欣赏户外的美景，是不是有半独立式的感觉呢？四房四厕的 Tiro Garden Homes 土地面积为30×60，拥有10尺四人花园，爱园艺的你绝对不能错过。还有，土地面积30×60的 Tino Garden Home， 二楼拥有超大的中厅，可以打造成居家办公的空间，或者成为第五间房都不呆机。最后一款32×65的 Remy Garden Homes， 每一间房间都跟主人房一样大，还有自己的厕所，大家庭的你绝对是你的首选。看了这么多，你是不是心动了呢？Rose Garden Home 现在有全新土族开放单位，你只需要 WhatsApp promo code #bookfirst， 你还能获得限量的优惠券，还在等什么呢？马上联系我吧，拜拜。